先分享一道手撕牛肉。牛肉凉水下锅，加料酒、姜片，焯出血沫，捞出洗净，放地砂锅，生抽、老抽、冰糖、大料、桂皮、香叶，加盐，大火烧开，转小火煮一个半小时。出锅放凉，牛肉撕成丝儿。葱丝儿、黄瓜丝儿、青红椒、蒜泥、香菜、盐、五香粉、酱油、香醋、香油、辣椒油，搅拌均匀，凉拌手撕牛肉，请大家参考。下酒菜手撕凉拌牛肉，美人，再来一瓣蒜，再整一口，聊斋啊，我也得。